说有可能还会有人过来，所以我们再等个五分钟，如果说没人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开始打了，好吗？那如果随意点过来就可以了，没关系的。如果你练太多把位，你只会在道路上打楼梯，不会在楼梯上打。这一节课对你们以后的帮助一定是巨大的，因为里面所有的概念都是最新的，有可能是还没有被发现的，有可能是最新的，好吗？我要求你们知道的是不是动作，动作它本身它是什么？如果说你能理解这动作概念的话，以后所有动作你都会连在一起。然后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拿背开始，这个龟式的位置，这样的话，他把自己的身体合起来的话，他能抵抗住很多的攻击，是很多情况下会发生的。我们第一个动作从这里开始，然后 OK， 一般到了这里 OK， 不管 Lost Bro 还是把它拎起来，我一般会形成这个位置。然后呢，我把胯顶下去之后，我要靠一个我要的位置 ，OK， 侧边这个位置。然后呢，第一个动作非常简单，我的右手，我的左手去控制对手这边的手 ，OK， 好，这个位置控压下去。OK， 过来 ，OK， 控制住外侧的手，伸进去，可以抓住自己的手，也可以在他的肩膀上。然后我要这个膝盖进去，只要一点，我只要靠近它就可以了。关键我要用这个水去拨通这一侧，一旦拨开，它的 base 就会松掉。这个位置之后，我让他的膝盖打开，打开的话，它会形成一个反关节，然后 OK， 往自己身上打。外侧、内侧脚路过的可以控制住。下一个动作，因为柔术和一般不一样，它需要不停的思考，你的思路得不停的旋转，每个方向你都可以走，好吗？然后下面同样的这个位置，我来到这里 ，OK， 因为我这边进不进去，它的所有的重心全上去了，所以这边空间露出来，我可以去控制它这里。然后我要做，一旦有了这个手之后，我迅速的改变我的方向，我把下面左手扒出来 ，OK， 来到这个位置。这时候第一步，我先给对手压力。如果说等以后你很厉害了，扒一下子就要做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给对手任何压力。到了这边之后，现在我要让自己腿跨出去 ，OK， 来到这个位置。这时候是一个离心力，对手的手就好比做了一个反关节的木村一样，它是控制不住的 ，OK。一旦拔出来之后，来到这个位置，我外侧腿马上跨过去 ，OK， 形成这个位置。然后我要做的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往后倒 ，OK。如果说我的对手没有反应，在这个位置我就可以把它降服，因为它非常的牢，这个位置。你看，我坐在他的背上，他的手几乎就是动不了。然后 OK， 如果说这个位置不能把它降服的话 ，OK， 我迅速的让我的身体着地 ，OK。你可以用你的左手撑一下，来到这个位置 ，OK， 做十字，降服，好吗 ？OK， 到了。这是一个比较慢的，为了让你们都知道怎么做。如果在比赛当中，或者说我不是要你们去打实战的时候很凶，如果说你非要做这个动作的话，是一次性哇过去，直接跨上去掰了，很快好吗？我给控制住，形成这个位置，可以插进去不行，从里面伸进去控制住。然后我要做的就是让自己身体出来，控制他的腰 ，OK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会朝前做旋转，但是呢，这是有个前提的。如果说你的技术很好，他一旦做旋转 ，OK， 把它拔出来 ，OK， 这就是后话，好吗？所以在那个基础的话，你一定要控制对手的腰 ，OK， 控制住 ，OK， 然后我转过来，一旦形成外侧跨进去 ，OK， 形成这个位置 ，OK， 现在我要做的就是，你看他很难受，对吗？我坐在他的身上，让他的背受力朝外侧拔，然后我可以躺下做十字，好吗 ？OK， 我们试一下这个技术，开始。这时候你看，我的手是这样出来的，你们直接是这样出来的。哦，从这边出来。对，就对方很快速的就直接过来。
让同样的让我身体做一个，哎呀，然后就这样的话，一旦他的脖子受限，你看像一个绞刑架一样，他这边过不来，这边下不下去，这时候我就会有很多动作 ，OK。然后到了这边之后，把他的左手、右手拎起来之后，我要做的就是让自己身体跨过去。这时候松掉我的左胯，这一侧十字骨。如果说我的对手他要回来 ，OK， 这时候让我的三角扣紧 ，OK， 降服，可以放到这边，也可以在这边直接做降服，因为我的胫骨是卡在他的脖子后面。这样对他的压力会非常大，直接三角，对，把它放过去也没关系，三角，懂吗？我再试一遍，右手进，左手进，右手同样的进去，你看他是不是？对，你看，我的手马上伸到他后面，让他看你们这一边，然后我要做的同样的让自己身体移动。不过去，让他过来，把他的手拎过来，然后坐下去。同时，你看我的手还没松，外侧就跨过去，扣紧，拉掉，坐到十字固，把手在我腋下，回来呗，把我的手扣上。我今天是我自己的柔术，下一明天的话是你的柔术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每个人的路也不一样，好吗？今天只是一个思路和概念。然后我们做下面一个，在这个位置 ，OK。同样的，当我手伸进去，他的手拔掉了 ，OK， 我去控制他头 ，OK。这时候我会发觉，如果说我的手伸的不够深的话，我对手的头很死命往前抬，我没办法把他压下去，也许他力气非常大。这时候怎么办？这时候我会观察到 ，OK， 我现在还能做什么？你告诉我还能做什么？有没有知道？十字架。哎，聪明，这好。然后一旦他的手，你看出来之后，他等于说这条手就等于给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可以用我的腿掰交给你，对吗？一旦交给我之后，形成这个位置，下面的腿勾紧，给先坐在他的手臂上面。如果说我这样的话，你会发觉一个问题，就是等会我要做一个前滚翻去拿到一个十字架的把位，但是如果说我的腿不站立的话，我很难去冲过去，所以说我需要腿站立。然后我要做的就是用外侧内侧的肩膀，如果说我要朝这边滚，我如果朝这我用右肩滚的话，我将会滚到他的身上，他的身体会压在我身上，所以我永远是里侧肩膀翻滚。然后呢，翻滚可以朝前滚，控制他的脖子，形成这个位置。然后我要做的就是收紧他的下巴，往里面走，让自己的身体起来，外侧脚放过去，让他拉回来。我全程永远是让对手的身体埋着我，你看我和他贴得很紧，他就像我的小宝贝一样。如果说他一旦离开了我的身体，他就可以左右的乱动，或者逃出我的背后控制。所以永远很紧，把他的手底下去，扣子扣紧，拔出来，给他落脚。在这个位置上面，我们有很多的技术，我们今天就不说了。OK， 可以稍微提一下。如果在这个位置的话，我可以做很多技术。OK， 我可以换我的脚。OK， 然后过去控制住，直接做他的折起。OK， 对，这是比较。其他的，然后我可以直接过来 ，OK， 蹦，做他背，做他十字固 ，OK， 转三角都可以 ，OK， 背后三角也可以 ，OK， 都可以。这样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去研究你要的技术套路，好吗？
OK， 我们喝点水，然后休息五分钟，然后我们下面的一个无关的一个技术。在低的时候，我们手把握的时候，我们叫注意站，但在高的时候，什么一些都是很直接的，它的踏步习惯坏了，所以说到这位置的话，我们可以设好，把下面脚开的，把上面脚伸直。然后呢，我们从这把位开始，我的对手，对手坐跪姿的位置开始，他会压下来控制这把位，好吗？然后 pass 给他，这样的话，他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空档降到最低，好吗？所以说很简单，到这个位置进去，控制住。然后一旦有了这个交叉的把位之后，我现在要用两个手去控他一个手。你要知道，我如果用两个手控他一个手的话，我的力气，我的所有一切都会比较多一点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两控一的把位，然后第一个动作很简单，到了这位就可以出来两控一，我的左手控制他这一边，右手控制这一边 ，OK， 形成这把位。然后我要做第一个技术，就是做一个类似蝴蝶手，之后 OK， 我把我的手过来，拿到这把位叫密动。很好的一个位置，411位置，也有人说411为什么两个脚是1，两个脚是我的脚是4 ，OK。然后一旦有这个位置的时候，第一个位置我去直接降服他业务，足跟勾控制住 ，OK。有些人喜欢这样控，有些人喜欢这样控，有些人喜欢这样控都没关系。我们最主要的一点就是，不管你用哪一个手把，你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他的脚踝完全贴合你的身体，控制住，然后他把位也可以控制都可以。有些人喜欢这样，有些人喜欢这样 ，OK 都没关系，只是要紧。然后把它摆一摆，然后我要让我同样的和我们前面这个位置一样，我这个腿是不变的，永远记住，变的只是这个腿。哪个腿在里面，它是不动的，只是在里面做一个旋转。Okay. 然后重要的是外侧腿的打位，很简单，我到了这个位置之后进去，你看这个腿永远不变，我只是在转而已。然后关键的是外侧绕进去，绕死了，好吧？这是一个 BJ pad 啊，这是一个 running hard 的一个技术。但是如果说你要从这边。从京城翻滚变成一个55支也可以，就是我们要多绕一圈。在这边我进去之后，55支 ，OK， 也可以。当你柔术练到后面的话，你组合自己非常多的技术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走，然后他再起来 ，OK， 你也进去。啊，我翻过去，走 ，OK， 好，还可以做对侧的55支。这样的话，你需要多绕一圈配，让这边的腿你看甩进来，好吗？我们最后的技术就是再做一遍，一个、两个、第三个，你们想做也可以做，不想做都可以。第一个进去 ，sway。第二个朝他这里侧走，然后外侧这里回来。如果说到这一边，你直接让他朝前面走，就是我们在那个UFC 里面看到的。这时候 ，OK， 我可以这样发力，但是他要朝这侧走，这样我这边想，你也可以直接把我是插进去，直接 sweep 他，来到这个位置做，好吗 ？OK， 我们最后的两个技术开始。
伙伴他也许感觉到了饿了，饿了。然后我们那个队，然后最后有一个下课仪式，我们帮每一个小伙伴握手，表达我们的尊重，好吗？然后我们排一下，对，是吗？随便排怎么排？今天没有规，没有任何的限制。来，说你们既然到服了就来，高段位上去，来，对对，好，上去啊，来这里，我来，我就不穿了，好吗？然后我们今天的特别课程是包含着是有一个 DVD 的，到时候下课以后我们每个人可以领取一下，如果需要签名的话我也可以签一下，不需要的话没关系，因为我的字非常的好。然后下课以前我说一下，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次课程，也希望我的一些技术能够给你们有一些启发，然后帮助你们更好的找到自己的训练道路，变得更强，好吗？谢谢大家。哥们是下车要要背那种啊？还要有点武功啊要。两张多少钱？两张，一张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拿了，拿了，拿了，要吧。